第一不喜欢，第二不喜欢，第三还是不喜欢。在大学上学，没有啊。那你要习惯这个。打本专你真的有这个打网的这个白色的球，所有的提高，提高就是错的。不要觉得我等这样，这样想吗？等下，让球很快的下。轻跑呀！不要轻跑，不要轻跑，你也要抹，所以抹的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擦抹，抹就这样。球很快下，你轻跑，那球慢慢下，然后上岸球，然后上去就可以了。转打更标准。一定要猛，那球很快，碰到就下来，因为你像轻弹，它会再往前。就是你发现拿在前面就这样，像那种，然后这样，拿球的方走向就开始是大鱼大肉了。小杰啊，小队的话。花学哈，花学一样，我一直其实我也常拿花错，我怕不要。你花球的样子，要花在这个地方，花在这个地方。这个球不放好，花在这个地方。插在这个地方，比较容易弹，比较不容易弹高。那球的话，那还是我们会通常建议比较初学的话，就是向着你的方向，向左手对身。先不管对方怎么办，就先了解你要怎么办，没办法就改变。